基础版路系，肝的保健。左脚横跨一步与肩同宽，双手变鹿掌，吐气重心前移，吸气重心后移，脚跟抬起，脚尖勾起，鹿掌后撑，鹿掌前提，重复进行这样的动作。鹿系的手掌形状，中指与无名指向掌心内扣，其余三指伸直，象征鹿角的意义。身体放松，有节奏地进行前推后倾运动，并且尽量保持稳定与平衡。左脚收回，双脚并拢，双手交叠于丹田，换边练习。本招式是模仿鹿在奔跑或漫步的动作，透过身体前后摆动，将气血引流到四肢末梢。练习时，脚掌勾与提的动作，有助于畅通肝经与胆经的气血，达到强化肝脏功能的效果。在练习的时候，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只悠游在翠绿森林里的鹿，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充沛活力与生机。双脚并拢，两手交叠于丹田，调匀呼吸，完成整个动作。